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记住，你是我孩子的母亲，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。那我想知道，你是不是像俊嘴里说的那种人？我是哪种人？好人？坏人？什么是你衡量的标准呢？或许像俊。 就是你衡量的标准，对吧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又何必来问我？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呢？这件事不关你的事，请你不要插手。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就算他是我男朋友又怎样？ 早上好。这么早来？给你送早餐啊。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要吃鸡蛋吗？厉仲谋那边你可以先不要理，周茂不干了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别人啊。北京这么大，想找个有能力的人有什么难的？ 你不是也说过事在人为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尽心尽力，老天爷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我很快就要正式去畅美上班了，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来，你先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一些猎头公司给我们推荐人才啊。 况且，你不是夸我有能力吗？是你鼓励我当这个行政经理的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一定会把公司做好。先不说我，至少还有你啊！你向大律师可是承诺过要帮创美挽回局面的。我、张元还有美玲，我们都很相信你的，我们还要靠你带着我们走下去呢。 向军，抛开其他事，做好眼前好吗？还有吗？当然有了。我们已经跟乐嘉连锁酒店协商好，由他们出面进行收购，我们在背后隐形注资。如果收购成功的话，向豪帝都的全部股份将归我们力士所有。 乐嘉的好处就是借这次收购，在业内呢提升他的知名度，上一个大台阶。因为乐嘉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型酒店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会在高级星级酒店里占据一席之地。跟乐嘉那边说清楚，事情要加快脚步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还有，向氏那边对我们严加防备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在背后操纵的。明白。向俊的确提高了防范。
因为有好几家条件不错的公司跟他联系，但是因为唐月鹏的事情，他现在非常谨慎。我相信无论如何，他也想不到我们会利用乐嘉来勾他入局。不到最后一刻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向豪帝都，这一次我势在必得。李总，昨天的事还好吧？会有什么不好的？不过就是一个女人来打扰。世事难料啊，这老天爷也够搅事儿的，非要这么安排梧桐小姐，把她夹在你们两兄弟之间。乐嘉集团总裁的女儿，是不是跟梁月琪很熟？听说是高中同学，又一起在国外念书，关系的确不错。那就让梁小姐出面牵线搭桥，加快这件事的进度。顺便卖个人情给她。不单是卖人情吧？你是想顺便做她跟向俊的红娘，省得那个向俊老缠着吴小姐，是吧？向总，谢谢向总，预祝我们的未来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位新的同事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聘请的行政助理，杨洋。向总好，以后我会努力配合吴经理工作的。好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好，我还新聘请了一位接待员，你也认识认识。好。哎，笑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自从你走了以后啊，我越干越觉得不爽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弃暗投明，到你这儿做接待员。吴经理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行，一会儿聊。啊，我们上我那屋吧。好，好啊，走，请。倒两杯水。哦，好的。就这样，哎，张远，有些事情我要办一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那我送你。嗯。